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当年你没能杀了我，今天我要亲手毁了赤化烛，绝对不让你继续危害江湖。你要干什么？ 赤化烛，你们烧了我的花海，又能如何？明年我还可以再种。你们这种行为，不觉得太可笑了吗？我知道你可以再种，但是，我就是要让你心里不舒服。你看，现在你师妹又重新回到了我身边，凭你一人之力，你又能奈我何呀？ 而且，就算你重新种了赤华珠，待它们开花结果，也需要个一年半载。所以，我要提醒你，等来年开春入了冬，看你要如何向那些提取解药之人解释。到时候，江湖各大门派围攻龙吟城，届时龙吟城成命，你觉得？ 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吗？